好，我们又来到了小杨收藏家，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个新的产品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、啊，来开箱一下好了。好，开箱。对，就是这个，我想大家都知道嘛。对，就是 SNK Mini， 对，它都去年贩售的。对对。然后今天增加了三位新的成员。三个，对，这三个蓝色的，对，最近有出，他们出了一个试混，哎，对，然后新版的嘛，新版本，然后他们在这个 mini 上面也推出了三个新的，三个配色的试混限定版。好，那最主要是他们这试混限定版呢，它是完整收入了试混系列。对，从第一总共六部，然后他是算是说他们完整收入在里面，因为他们很会对赚老玩家的钱。对，因为当时大家还记得的话，就是去年贩售的这一版去年贩售的，他这是亚洲版，亚洲版收入了格斗天王从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，然后一直到2003，然后。后来他们也出了一个欧美版，然后欧美版的话，它是收录越南大作战一二三四，就是越南大作战的全集，对对。然后这一款就，我觉得这一款应该是属于，这款是去年年底圣诞节的时候贩售的那个圣诞节限定版，对，这一版是属于圣诞节限定版，也是国外限量贩售。游戏数量也不一样哦。对，不一样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，这个我会盒子背后会有游戏的目录，我会稍微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然后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，对，这就是圣诞限定版里面黄金色，对，就是很圣诞节的配色，红色、金色、红色、金色，对，红色、金色，然后。触感一样，就是他们这个腰杆的感觉其实都对，触感很好用。然后像我们一般买这个版本啦，这是只是简单带过一下哈。像我们这个版本，对，那外面应该现在还有。那这个版本的话，比较可惜的是，就是我们买这个就只有这样子，只有。就一台主机，空机，没有手把，没有线。它里面会有，就是基本的贴纸，然后保护贴，对，就是萤幕保护贴贴纸。那因为它使用电源是 Type C， 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对 ，Type C， 对，这是 HDMI 中转，对，你要买一条 HDMI 线中转大，它没有送，你就可以接到电视。对，然后是像这边它就有一个。HDMI，、哦、他另外做一个他们自己的，对，或者是你去外面买也可以，他只是上面就是有他们公司的，就 Neo Geo 这样子，还有 SNK 他们在上面，对。那这个就是，然后另外一个，他电源只要 Type C， 对，对。然后你刚刚也可以戴耳机，如果你觉得怕吵到别人，好，可以戴耳机。是。然后就 Type C 电源就行动电源就可以，啊、其实行动电源就可以推送了啦，我觉得还蛮方便。然后我知道有一些网络上有人把它拆开，然后把它改成内建电池，对，就把它改成内建电池，就是变成说你充电插电，你就可以，你不用插电，你就是直接从电源，你就在下面开机这样，其实那样比较方便。对啊，其实这样是真的比较方便，对、啊，就是。但是这个掌，如果当掌机，其实我说真的还蛮大的，真的。那如果你要这样子玩，也不是不行。对，我其实这样子玩一玩，我会觉得有点累，真的。然后所以它还蛮适合这样子玩，或者是你就是外接手把。对，那像手把的话，它当时有分，有分白色，好像是一个白色一个。什么颜色、啊？我有忘了，黑色吧，两色的手把。对，然后就是两个配色。有啊，这边写 white，black， 对，然后就是黑色嘛。对，然后一般就是白色跟黑色，但其实里面也是差不多，也是这样。对，然后就是当时有这样子的手把。那特别的点是圣诞节限定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大箱子的大小就差很多了。对，你要哇，就是很圣诞节的感觉。机器是一样大的，对，
但是盒子就差很多。那你看这样子比较，哦哟，哇塞，包超精致。对，然后为什么呢？来，再跟旁边这一盒比较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一盒就是、欸、这一盒的大小有没有一样？哦，这个其实就是主机。对，圣诞节限定版，它就是把天魔线。哦，就是 那个小中转大的 HDMI， 对，然后 power 嘛，電線是 Type C 嘛，对，就是 power 线，对，然后这些有没有？大概萤幕贴吧，对 ，HDMI cable， 对，也有嘛，全部线都就等于是它全套包含手把，两个手把，两个都是对，两个圣诞节的手把。对，他就把这些配件全部包在这个箱子，大全套。对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圣诞节。然后外面它还有一个很让你喜欢的一个，就是很圣诞节那种礼物的袋子。对，对。然后它就是这个袋子，其实打开以后它可以放进去，就刚刚好。对，它是刚刚好的尺寸。它游戏也不一样哦。对，游戏数量不一样，数量不太相同。那我们先说圣诞节跟我们一般版本的游戏数量好了，原来是40个嘛？对，圣诞节原本这个我们一般在贩售的，它是40个。对，对，那这就是我说的格斗天王94、95、96、97，有没有？一直到这边，哦，03，然后你看四魂它只收入两个，对，四魂的部分它也只有收入两个。然后二郎传说哦，三个了哈。然后二郎传说，对，那也没有到齐全啦。对对，然后很会，然后你这个版本是48个，又多了8个游戏。嗯，对。然后他，但是他这边有看的，我们刚稍微看了一下，就是越南大作战全景全套。所以它这个应该是到全套啦，因为就是5到 X。对，官方的版本就是这样。是，然后所以这一套应该是属于欧美版。嗯，对。然后你像它这边也有多一个 mini 限定版。对，就是圣诞节嘛。对，然后像它这样就是完全一个圣诞节的配色。好，是的。那我们今天新的新机路 T， 来，我们现在把这个移开。那介绍的是新的朋友又加入了，对，这是之前的版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今天一次进了三箱，就是可能是试魂贩售嘛，他们就是出了这一个版本，对，蓝色的，对，然后它是透明壳，透明壳，对，就是水蓝透明，对，都看得到哈，然后就是水蓝透明壳。对，然后这个是白色的，对，这是霸王丸嘛，霸王丸，然后就对，然后这是白色的透明壳，对，透明件，然后甚至它做的都是看得到。OK， 好，红色的马克鲁鲁，马克鲁鲁，对，那好，鲁鲁吧，对，然后其实它里面的配件应该都一样，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开一箱，好，我们来开，对，一箱来。打一下，哎，对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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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顺便看一下它旁边的配色，对，它这个配的图嘛，橘右京，对，霸王丸，那好露露，对，对啦，嗯，哇，他要是每个角色都出一盒，那买不完了，不行啦，不要这样，拜托，拜托不要这样，拜托 SNK 不要这样干，对对，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已经有一点，已经过分了，过分了，对，太过分了，对，然后。这个版本好，这是另外一边嘛，它其实两边的印刷是一样的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游戏，三个，这是它一盒里面就是收入40个游戏，对，40个游戏。然后我们刚刚有稍微比较一下，好，然后我们这边转过来来看一下，其实版本大同小异，嗯，就是这边就可能四魂系列，对，就是我刚刚说的四魂系列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天草降临嘛，然后有五嘛，还是零零零零，然后 special 六个版本，对，这边总共六个版本，六部作品，好，另外再加上这一边总共40个，应该是对，
然后这边总，所以他才会做40的全收入。嗯，然后这边的部分，他就是沙布赖系列六个作品全40个，40。好，这边就是40个作品，沙布赖他就是四魂的作品把它收入，好，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作品。好，总共40个游戏，凑40个，对，凑40个。然后我们刚刚有看啦、啊，其实有稍微大同小异啦、啊。其实三盒都是一样的啦，对，其实只有外壳不一样。它三盒有的就是这样，这边有的有，这边比如说现在四魂是满，但是你这边可能就四魂软哦，因为只有不全的，对啊，三个啊。然后你看下面这边可能才几个而已。对啊，我这边四魂，这边四魂比较少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吧，开一箱来，来品胖姐，品胖姐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开箱这一个，就是橘右京的版本，橘右京版本。然后我们再来开箱。哎，上面有个橘右京的龟、哦，对，他们算，他们那种算家龟，日本就最有这个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里面有什么？有什么？说明书，说明书一本。好，哦，不一样的包装，蓝色透明。对，来看一下哈。好，好，这个是 Type C， 没有，这是 Type C 的猎人线。对，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那这样子的话，有那个吗？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手把。HDMI 哦，像，对，它就是一样是这个配色的，嗯、有没有？你这边有写，你有 JL， 对，对，连字都有呢。对，这就是原厂的线。原厂线。对，那这个也是 OK。然后来手把两个，对，这是它的手把，透明，半透明，对，半透明手把，两只，两只。主机一台，主机，对，这是水蓝色透明主机，没办法，假设，对，其实也是很好看哦。对，哦，这个贴纸他先帮你贴了，本来是要自己贴，哎、欸，这不是贴耶，他这是直接印刷上去，来自己贴啊，而且会有的时候还会贴歪歪，贴歪，对，还有什么呢？哦，手把两个嘛，好，我们拿一个出来好了。拿一个出来打，对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哦，你看橘右京的版本，它上面就是橘右京的那个，啊、对，贴纸，然后控制台这边、嗯、就是跟它原本一样，就是贴控制台的，然后跟贴上面的、欸，哦，对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噬魂，有没有？这个贴纸上面你可以把它贴成噬魂的。哦，那这个就是应该是那个了，是的，是什么？它的那个保护贴，保护贴，对，萤幕的保护贴、哦，自己贴，自己贴，对，可以自己贴、啊。好，插上去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再手把再一直插上，就这样而已。萤幕来打一下，好。啊，我今天没有办法跟小杨对战，因为我要拍。改天来玩，改天来玩啦、啊。对啊，不要拍片我就来玩啦、啊。当然啦、啊，也可以拍片再来玩啦、啊。拍完再玩、啊。对啊，设备带齐一点就好。没有车、啊。来，我们来插上去。插上去。欸、我已经预留了这个线啊。插电。对。好，我刚好有行动电源。啊，用行动电源玩。对，我们用行动电源。其实他们是不要用快充啦，有听说不要用快充，直接用一般的就可以了。其实哦，它这样设计有点亮，不是很顺手。对，那是线吧？吸带型，然后又没有电池。嗯，他我觉得他想做成吸带型，他想，但是电池是个麻烦的东西。对，因为你减轻了电池，就等于是它少了成本，也减轻了重量。但电池又有损害的问题、啊、对，然后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电池的问题。对，就想赚你钱又不想要造成公司的麻烦，是，
没有，你这样才可以买它的配件啊。也是，这样哎，电池就不需要那个，干脆出一个电池卖你好了。哎，这屏幕这免填吗？这个免填。不用啊，因为我们萤幕已经接出来了，它不会有，它变成说它就不会有萤幕。啊，对对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它这个萤幕对不对？它会变成 Neo Geo 的灰饰。哦，它是贴上去，没关系的，算了，因为它是变成 Neo Geo 的那个灰饰，就是一个 Neo Geo 的上面。那就来个一代，你看霸王丸。好，我们先介绍一下哦，这个地方，它后面背景的背景图变成背景这些图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变成噬魂的风格，风格，对，噬魂的风格。然后哦，你看，我先设定一下好了，设定。选成繁体中文，欸，也是有呢。OK OK， 非常好。噬魂系列，欸，不错耶。那我们来，今天来玩个噬魂，啊，来吧，玩个噬魂什么呢？第一代哦，一代啊，一代哦，还是你最熟悉哪一个就玩？其实一代我那时候有玩，嗯，但是我觉得我玩这个好啊 ，Spirit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我是从我比较会玩，是比较有在玩啊。我其实不太会玩，比较有在玩是从二代跟三代开始。对，因为一代动作真的比较慢，啊，是啦，反应比较慢。对。哦，那也一样，只有四枚，可以再多投币吗？好，不行，好吧，就四枚。好，真诶 ，Samurai Spirit。真，我有看过这个。好，好，来，哦，一样。你最熟悉的是谁呢？其实那时候比较有在玩，就是说霸王龙。嗯，好，这么快呀，啊？好吧。一脚就中了。哦，我记得丢那个什么垃圾的。放大绝招呢，是啊，难度应该是可以再调，嗯，哦，它里面的游戏应该是属于日文版，对啊，游戏不能换字，嗯，简单可以。大概就这样可以结束他的，嗯，那怎么出来啊？怎么跳出来啊？其实应该是这样吧。哦啊，退出游戏，哎，然后就是大概是这样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稍微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它有一些什么。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游戏，对，大家都很熟悉啦。一代的狼传说，二代 RB Special， 他算是很用心的在骗老玩家的钱。你看他桌面都做成这种 Samurai 风，对，然后就是桌面这个我们就没有在，没有，就是在别的版本没有，对啊，真的是没有，对，其实别的版本就没有这些桌面，嗯，对，差不多啦。我看还有什么，世界英雄版 Perfect， 嗯，忍者。霸王忍法体，哦，其实这些游戏就是你在其他在其实一些他收入都玩得到，对，
它选单算做的蛮漂亮的啦。嗯，不要说它也是有用心的。对了，图都整理过了。对他们也是有用，因为是把当初他们那个画面上的那些图、啊、再弄一次。对，再是下来再扫，可能再把那个图再做成数位再输出。这样子，古董的东西保存的非常好，对，就是这样，还不错，还不错 ，OK 的、啊、，OK 的，对，就是像一个一台多少钱？好像也是四五千哈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因为其实，但是你去想，就是说，其实我是觉得，就是他就是把配件都配给你，对了，你像他第一代。第一代刚开始的时候，像我们刚刚看到空机，空机，我只有一个这个，那什么都没有。你只结果后来你要什么，全部都要花钱。对对对对，那你要买手把也要花钱。像佩佩超过五千，好像有超过。如果那时候佩佩不值啊。对啊，手把就要卖你多少錢、欸、差不多。然后 HDMI 线又是也是一个、啊、然后你要它的那个，就是你要配的东西，就是其实还蛮。是啊。那你像现在它这样子。大全套了啦、就是，对，我就全部配给你，对，你就给钱就对了，对，你只要，对，就是掏钱，就这样，给你全套，对，赶快买，对，赶快买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呢是做这个版本，最新的啊，最新到货的，对啊，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好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嗯，喜欢有看到推，赶快去买哦，赶快去买哦，有喜欢的话啦、欸、其实，那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不是你喜欢的，也没有关系，然后就是。我只是跟大家说，哎、欸，这个版本大概是这样，就略过就好了。对，好 ，OK， 今天就谢谢小杨，哎、欸，跟我们介绍这么多的机器，哎、欸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好，谢谢各位喽。好，我继续玩喽。好，你继续玩啊。嗯